什么？你要跳下去。说到摩天轮，会想到什么？风景。你要打。我们这里也是吧？原来我们不是默契不好，是老人痴呆。说到告白，会想到什么？来一站。什么啊？慌乱。你是来宣传的。说到情人节，会想到什么？爱心。你懂回答吗？特别是。说到接吻会想到什么？高智的。再叫一、二、三。你说什么？我说高智的。我说思思的。说到第一名会想到什么？好，高智的。终于。值得了。2021值得。说到定型物会想到什么？手电。哦，剧中的我们就会有默契。有默契。上大学会想到什么？青春。啊？教授，你说什么？我说青春。青春。我教授。说到考试，会想到什么？第一名。哈哈哈！你很糟。我自己的第一名都是这么厉害的，是不是？对，我都。偷吃。说到炒饭会想到什么？红萝卜。哦。剧中他们不吃红萝卜。对。西瓜也不吃。西瓜也不吃。